站住！杀机四起，让真相浮出水面。人是我杀的，现在你可以死个明白。已经报警了，白小刚，自首吧你！一波三折，他深陷黑暗囹圄。你连谁是真正的凶手都搞错了。是白小刚干的，一直是你干的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忍受恐惧还是勇敢挣脱？不会解开眼睛想让我怎么死在你哥手里呀、啊、他终会作何抉择？一定要像这只雄鹰一样展翅高飞。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。我可以让你离开这儿，飞到更自由的地方去。敬请收看方圆巨阵白脸经典版下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儿子怎么会死？这个最后出现在他镜头里的女孩，让我隐隐感觉她知道些什么。这不是白家那疯丫头白莲吗？疯丫头，昨天晚上有一个女孩在河边放白莲花。昨天晚上她一直在家。白莲，你一定要像这只雄鹰一样，飞到更自由的地方去。我妹妹很小的时候在外面玩，后来被一个变态给抓住了。只要她在屋里面待久了，整个人就会崩溃。我们只能把她关起来。白莲，我不是来伤害你的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快走，你会说话。志奇，哎，今天不开门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就是想歇一天。一会儿我去市场买点菜，咱喝一口。啊。是吧？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找不到家了呀？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妈妈吧。你困了吧？来，我抱你。想家了呀？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呀？咱们过段时间再找好吗？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我就是你的爸爸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哥哥，好吗？白莲。白莲，这是作孽呀！这是，来来来，打开打开，
知道吗？这瓶酒啊，比你的岁数都大。从前呢，遇到高兴的事儿就喝一点。我结婚的时候喝过一回，生你的时候喝过一回。今天，哎，没什么高兴事儿，可就是特别想喝。其实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，就是件高兴的事儿，是吧？是。来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，别少喝点啊。嗯。这些啊，咱们到这个镇上多少日子了？十三年。十三年。嗯。日子过得真快呀、啊，孩子，爸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可就是觉得呀，对不起你和莲儿，爸没什么本事，就会点小手艺。也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说这干嘛呀，爸？听我把话说完。爸身子骨不行了，早晚是要走的。当时就剩下了你和莲儿。孩子，你要对莲儿好一些啊，就算爸拜托你了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倒上，倒上。哎，你多倒，多倒，你多倒。来，这酒还挺好喝。来，喝口喝。来，碰一下。哎，喝吧。多喝点儿，只有酒才能让人忘掉所有的痛苦。我上了眼才嫁给了你这个窝囊废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过不下去就走。妈妈，你去哪里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妈妈。起开，妈，赶紧爬过去吧。爸，你带我去找我妈。我不要让我妈走。你妈她，爸爸，我求你了，带我去找我妈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志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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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肩膀有些轻微骨裂，静养几个月就可以了。那我儿子他，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手术成功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在事故过程之中，下体受伤比较严重，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殖发育。大夫，你可一定要想想办法，他现在还小。这样的好半辈子就完了。你先别激动，你先别激动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但是，你们也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是大夫，你放心，以后花多少钱我们都配合你，这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。你放心吧，啊，你别着急，着急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啊。大夫。
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本来我不想来找你的，都是因为志新的病。志新怎么了？我想着，你这不生活条件好点儿，我不是图你什么。你看我过得好吗？这是他打的，他吸毒，把钱全拿走了。你是不是看我现在这样，你特高兴啊？要不是你窝囊，我也不要跟你离婚，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你们。下半身给撞坏了，以后都不能生育了，你说这辈子不就完了吗？那可不是嘛！哎，我求求您了，别开除我儿子，他不是那种会伤害人的孩子，都是因为……这我知道，可就算你同学再不对，也不能把人家脸划花了呀。医生说了，脸上肯定会留疤。女同学的家长已经闹到了学校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我们也了解你的情况，知道你一个人带着个残疾儿子不容易，已经尽可能协商把赔偿压到最低，这个学费呢也都退给你。这次啊，咱们不仅换个学校，换一个没有认识咱们的地方。换个地方生活有什么意义？我不在还是个废人吗？不许你这么说自己。我说错了吗？不管以后我学习再好，再有出息，也不会有人喜欢我跟我结婚，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怪胎。要听哥哥的话，替我照顾好他，啊！站住！你干嘛一直跟着我？人有的时候，要是心怀执念，往往会害了自己。你一直想知道你男朋友怎么死的，我今天就可以告诉你。站住！别动！人是我杀的。没想到吧？你男朋友像个不速之客一样闯进来，打破了我们原来安静的生活。谁让你拍的？滚！你走不走？你干嘛？这是？滚！不管我怎么劝说，向飞都执意要带走白莲。你想带我女儿去哪儿？爸，爸，爸，你别激动我爸。今晚上想请你来家里吃个饭。跟你说说我女儿的事。好。
把白莲带走吧。她还小，她要接受好的教育，才有权利去看看这外面的世界。我跟你说过，她有精神病，离开了镇子她会受不了。试试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为什么把白莲关起来？啊！他的病更重了，不把他关起来，不是他吓到别人，就是别人吓到他。你这叫囚禁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对你的女儿做这种事情呢？我的家事不要你管，我管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看着白莲过这样的日子。你可以关得了他一天，你关不了他一辈子。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带走，你等着。向飞一门心思想带走白莲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真的想带白莲去看外面的世界？我问你，真的想吗？想。做梦！谁也别想把我女儿带走，明白了吗？你要不是这么执着，一直查下去，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现在你可以死个明白。您刚才跟着我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，你所说的所有的话警察都听到了。白永刚，你逃不了了。救人！白永刚就这样承认了一切，跳进了河里。向飞的死也终于真相大白。然而我却又间接地害死了白永刚，这样做对吗？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害死了我爸。我爸绝对不可能是自杀。我们是亲眼看着你父亲跳入河中的。在此之前，邱正南的手机一直跟我们在保持通话，我们已经记录下了整个过程。实际情况是，你爸想要杀死邱正南，我们及时赶到，他没有成功。在此期间，他还供述了杀死向飞的过程。关于向飞的死，你了解什么？我当时真喝多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警察先生，但我爸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。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，我给了向飞真相，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交代，却没有想到，
真相往往是藏在故事的最深处，等待着被揭开。只是此时的我浑然不觉。眼睛是人身上最美丽的一部分，而且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打动我的眼睛。我没拍到合适的照片，我是不会去参加比赛的。有点不好意思见你，之前跟你说了那些话。没事儿，我能理解。谢谢你给向飞做的一切。向飞终于还是凭借他最爱的眼睛获奖了，我没能成为他的缪斯。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，总是在失去之后才能切身体会。此时此刻，我相信让这双眼睛获奖也不再是他的愿望，让眼睛的主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才是。如今他不在了，我成了这个故事最后的诉说者，就让我帮他把这个故事写完吧。有人吗？白莲，鹰啊，为什么要送我鹰啊？希望你的梦想能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许摘啊。嗯。以后这花别放这么高，看我也够不到。啊，您这肩周炎该去看看了。
又见面了。醒了，你凭什么拿着白琳的照片去参加比赛啊？你凭什么让那么多人都看见你？我告诉你，白琳是我的，我一个人的。通过这个才猜出来不是我父亲干的吧？啊！哎，不得不说，你是一个不错的推理小说家，但是你还是不够聪明。老板，有房间吗？有啊。啊，我要个双人间。好。来了。怎么买个饭这么慢？他是谁？他以后啊，就是你妹妹。志新，我明天啊又找了一家医院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我只希望你别怪爸爸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白灵身上的伤是你打的，也是你把她不关进仓库的。对啊，是你让我跟她熟悉一下的。可是我没让你打她，我没让你把她关起来。怎么？你心疼啊？那你把她送回自己的家呀。你不敢，因为你心里面觉得亏欠我，你这辈子都欠我的。我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因为你窝囊。只有让我高兴，你心里面才会好受一点。既然蒋来给我救赎，替你来。干嘛去？救人呢！我就想要他死。
是你儿子，走，走啊，快走啊，走！哎，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啊，你怎么跟你男朋友一样啊？啊？哎，就这么阴魂不散？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就这么感兴趣吗？啊？因为我们都是有心的人，我们不想看见你这种禽兽胡作非为。你看你那样儿啊！其实我当时真没想杀你男朋友，真的。要怪就怪他太自以为是，这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带他走的。小梅。我告诉你，我妹妹是我一个人的，谁也别想从我身边夺走。我也想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把白莲从你身边带走的，因为我知道她跟你生活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听说这孩子下半身给撞坏了，以后都不能生育了，你说这辈子不就完了吗？那可不是。想把白莲从我身边夺走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今天你被关在这儿，你就永远别想再出去。你放心，等我心情好了，我心情好了我就送你去见你男朋友。你把我爸害死这笔账，我慢慢跟你算。你还不明白啊？你爸是被你害死的，你杀了我男朋友，你爸是为了给你定罪才自杀的。你闭嘴！他是我爸。他就该为我做这些，你一个外人，你根本就什么也不懂。要不是你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你觉得因为你杀人而内心倍感煎熬，为了保护你不得不去编造谎言自杀的父亲，和一个被你天天关在屋子里受尽折磨的妹妹，你觉得他们会幸福吗？啊！他们欠我的，这都是他们欠我的。你一个外人，你根本就什么也不懂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不懂。这都是他们欠我的。你妹妹一点病都没有，有病的人是你。虽然你做这些是有原因的，但是你的父亲和你的妹妹不应该就这么一直纵容你。闭嘴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掐死你？啊！现在应该去看心理医生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但是心里不能再这样走了下去了。
别说，我就掐死你！赵叔，您回来了。我从城里儿子那住了几个月，才回来就听说你爸他。哎，真是想不到他能干出这种事儿。你想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？他永远也回不来了。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。把我解开眼睛，想让我怎么死在你哥手里呀？救命！救命！来人呐！哎，赵叔。我妹妹就犯病了，我得回去照顾照顾她。以前还有你爸照顾她，现在全靠你了。有什么事儿过来叫我一声。啊，谢谢赵哥。不谢，你爸是个好人呐。身子骨不行了，早晚是要走的。当时就剩下了你和莲儿。孩子，你要对莲儿好一些啊，就算爸拜托你了啊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妹妹。淹死，不让你跟你男朋友一样的死法。叫！
是不是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这么好看？我拍的这些照片，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沧海一粟。真正的世界要更精彩。你一定要像这只雄鹰一样，展翅高飞。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。真正的世界要更精彩。 飞到更自由的地方去，离开这儿，飞到更自由的地方去。 警察同志，我能带着白莲去找她的亲生父母吗？在这之前，我愿意照顾她。好，那我们需要走个程序，你们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。 被白之心虐待的往事，很难想象这么脆弱的身躯是靠什么支撑到了现在。我终于明白，向飞为什么不惜性命也要带他离开这个魔窟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跟向飞离得如此之近，也知道他到底追寻的是什么。他的愿望我会帮他完成。 这也许会很漫长，但我会替他守护着白莲，陪着他走出阴霾。总有一天，让他在阳光下。